现在我们来到补习班附近的家乐福，我们答应学生礼拜六早上要炖鸡汤给他们吃，因为我看他们上课实在是太累了，不行，身为一个高三学测生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买个东西好好来给他补一补。 Go， 我们去买青菜啊。到门口啦，买鸡喽。旁边跟我来的是陈龙、李晨。你看，数学系走路有个特色，走路特别快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人生嘛，等一下我买好鸡以后，陈龙要帮我拿去希望补习班冰，冰在冷冻。燕婷老师有答应，说可以。谢谢燕婷老师。有问题找有问题找燕婷。燕婷，不好意思啊。迫不及待了。我们的鸡到底在哪里嘞？鸡到底在哪里？哎，冰柜在那里。前面，好，水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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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什么？牛奶口味啊，不好意思，不要被影响。陈龙，你往这边，我往这边。这边有花雕鸡耶，麻辣锅底哦，不行，他们要考试，怎么可以吃麻辣锅？哎，有羊肉炉，羊肉炉好像可以，黄金鲈鱼高汤，哎，不错哎，羊肉炉好像可以哦，有吗？有找到吗？没有，哎，我这里有羊肉炉哎，你要不要来看一下？这里有羊肉炉，你觉得买羊肉炉怎么样？觉得现在答应听看，这里就开始买鸡了。好。再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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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 Go Go Go！ 哎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就在这里啦。有什么麻油鸡、红枣人参小土鸡、何首乌小土鸡、蒜头土鸡汤，把它拿起来看一下。我觉得好像都不错哎。对啊，都无添加色素、防腐剂、香精。这不错啊，不错、啊，拿起来比较一下，拿这个跟那个比较一下。反正就是要吃的健康。对，学生就是要吃的健康，来比较一下，看一下营养成分。啊，这个钠一看就多了，这个钠太多。哇，这钠多少？407哦。这钠56，哎，好像这比较好，而且你看。这是什么？水、鸡肉、何首乌、熟地黄、黄芪、小茴香、当归、桂枝、枸杞、红枣、糖、盐、姜片，一只鸡哦，天然，这都天然。以我以前学过中医的经验，我觉得这可以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这个嘞，这个是鸡高汤、土鸡肉、人参、红枣、枸杞、米酒调味剂、乳糖、水解、大豆蛋白。嗯，这个调味剂好。我们还是选择这个好，因为这个钠又少又棒，就这个啦。而且这个 size 应该 OK 啦。哦，等一下拿去希望冰应该是没问题。而且你看，台湾制造无防腐剂有没有？然后还有履历，哼，没问题啦，没问题，给学生补一下。好 ，Go。去希望交给你啊，重责大任。回补习班喽！在哪？在往希望的路上啦、啊。看
锅子，是里面还有汤匙跟剪刀。前进，帅！等一下要煮鸡汤给学生吃，我现在要赶快把这个送到陈总的手上，他才有本吧。煮好那一锅鸡啊！希望玉红有带电锅，他没带电锅他就死定了。人生啊，你看我带的大头电锅是大的这种，结果他拿来是小的啦。那你把刚刚盖上去，你看那个 size 有多小。玉红带大头电锅没有错，但他带的是小的。你看我们那个是吧？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就是尽量要把它这样塞着。好啦，好，人生嘛，对不对？等下就交给成龙啦，成龙就是料理大厨 ，OK？ 嗯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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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没有人带碗，有点危险。我讲是讲真的，我什么时候胡乱过哦？台北是诚实如意小郎君呢，怎么这样？吃鸡汤吗？对，我有吃鸡汤，有没有？非常酷炫，对不对？今天大家很认真都来的，有没有？考前复习，对不对啊？找到，我先拿匙顶一下。哇，太多！锅盖盖上，开始断面就。我觉得当李汉老师的学生好幸福哦！天哪，这届怎么那么开心？真的哎，以前我们都没有这种东西。哇，看这个鸡腿，给同学看一下这个鸡腿。这鸡腿有够大只的。成龙平常也是有在家里煮菜的。其实我很喜欢煮菜，要是我没有念数学系，我可能就去念高职的厨艺学校，差点去报名中国厨艺训练学院。如何分辨成龙在胡乱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嘴巴张开的时候。真的是你们老师这么诚实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那么古朴，有没有老实？怎么教他学生这样巧言令色，对不对？哎，付肉给学生，对，肉要付给学生啊。学生不是喝汤就好？喝汤就好。对啊，我们吃肉。对啊，我们最主要剪开是我们要热。不会，不会。汤才是精华，好不好？怎么会是肉是精华？真的是，啊、我真的不懂。对呀、啊，那个鸡精都已经煮下去了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是肉，老师吃就好了啦。对，学生喝汤啊，你看这里面这么多中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真的是，对不对？好，怪每次给学生吃不熟的也不好意思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是吧？这一定是要的啊，一定是老师身先士卒。对啊，我先吃，好，等一下坏肚子我先。对，这鸡腿不知道有没有少。噔噔噔！哇，也太漂亮了吧！那我镜头都快塞下去了。哇，发亮的样子，整个雾雾的，整个雾雾的又敞开，哇，超棒！这一碗，哎，这么大，只有碗加大，不用了，你太大碗了啦。笑想，一直笑想，玉红也在笑想这个肉，大家都在笑想这个肉。嗯，对。啊，鸡腿。太好吃了吧！
啊？又给我？不要吧，不好意思吧。我要请你分一下。好，拿进去啊。好。只要有心，对，只要有心，人人都可以是厨神。对。喂。啊，好香啊！好，高三，高三你就可以吃了哈，高三你就可以吃了。没有啊，你有看到？欸，真的很香，欸，被分食光了啦。很香哎，你看，哎，真的超香的哎！你要吃啊？好啊，你吃啊！我从早到晚都还没创造到现在。我帮你用啦，哦，你是会用啊，袂用？这个，这个啦，鸡腿，拿去啊！有点烫。一点点嘛，这也有鸡腿。好好吃啊！嗯。为什么我看到你？他是来吃的吗？对，没错，他来吃的。你看他。最过分，想要过来上课，然后就来吃。这位小姐，她迟到了半节课，然后现在过来吃我们高三吃的鸡肉。不行，这样你应该是很好，应该不用再补充精神。我还没吃到。有啊，你看他没黑眼圈就知道，你看他多饱，有没有？这玉勇可以去吃啊。哦，可以啊。有碗吗？玉勇可以去洗手去吃了。去看个碗。雨婷要补一下吗？哈哈哈哈哈！雨婷说：“你要给我吗？”雨婷说：“很可爱。”对啊。哎，你先。鸡汤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。鸡汤好喝吗？鸡汤好喝吗？赞，赞。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。有没有有精气神十足的感觉？没有。啊？有，你要说有。他做完没写，我也还没写啊。他要做，好喝吗？嗯，好喝。很可爱。好，好喝吗？没吃。拍他额头，好不？要补一补，你看，李红说他要补一补啊，你看他的衬衫，你看这段剪掉，你看下次你们要剪掉我的额头剪，给他导播给他个特写，不能这样，再给他那个肚子一个特写。玉皇刚好笑说：“哎，可以吃了。”